又到了一个小鸡爪，看这个啊，这个之前我吃过，这个是稍微有点酸的，是500克的。我再尝一尝，忘了它啥味儿了。这是带汤一斤装啊，颜色不错是不？我记得它是酸口挺重的。好长时间没吃了，你感觉挺好吃的。哎呀，这好像是改良了，没有之前酸了，挺好吃的这个。这个真的比之前好吃了。这酸甜适中，下边小红书有500克，多少钱我忘了，反正挺便宜的。